观察，谢谢你啊，总来帮忙。顺带手的事儿，老婆，你快休息吧，我来就行。啊，你别生了，我来吧。我来就行。我来姐。哎。你没事吧？疼不疼呀？一飞，哎，一会儿去送送观潮吧，你也出去活动活动，别老在店里坐着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外婆。观潮，谢谢你。你不要总说谢谢，外婆对我那么好，我帮忙是应该的。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的，我自己一个人能应得过来。你是不是嫌我天天来烦呀？那倒没有。那我就天天来。谢谢。一菲，那个。阿姨还是没有联系你吗？我其实想说，我说假如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想和你一起照顾外婆还有馄饨店。你这是可怜我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就是观察。嗯，谢谢你。你是不是马上要参加田径队选拔了？嗯，下个月。那我们来比个赛吧。现在吗？嗯。你看见前面那棵树了吗？嗯。那咱们谁先跑到那儿，谁就算赢哦。开始。啊。有奖品，有奖品。我先回去了。快上。走了。别老搁那晃。我
压根没动，是你自己一直在慌，好吧？哎呀，你真别慌，你再慌我真吐。这样呢，有没有好一点？嗯，好多了。真是服了蒋毅，你从小酒量就不好，还把自己喝这么多，你图什么？嗯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很沉呢？你好意思吗？一个大男人直接把整个人都夸在我身上，你喝多了。屁股多了，我没醉啊，我没醉。我说了我没醉，就我没醉。晚上这么大声，我没醉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你没醉个屁呀、啊！你没醉，祖宗，求你了，小点声。不是都说，喝多了以后说的话，人们醒了都记不得吗？可是我怎么都记得呀？你记得什么？记得我小时候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撒谎。你撒什么谎了？其实我……其实你什么？慢点，慢点啊！还真够沉的。哎呀，天哪，真是！大晚上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哎呀，找不着他身份证，酒店开不了，就只能先给拖回来了。这老蒋也真是的，这孩子都回来，他也不说回来看看。哎呀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人家房子都卖了，这根本就没有家。哎，你快去给倒点那个蜂蜜水解解酒。啊啊啊！好好好。哎呀。你帮他把鞋脱了啊！我去给他找那个铺盖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对付一宿吧。好，帮你把鞋脱一下。来，等一下。你又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不是那种随便在别人家里就脱鞋的人。少废话了，你以前来我们家没光过脚啊？快点！哎，我真的不脱、啊。哎呀！快！我又不是脱你衣服。那他要脱我衣服。别废话，赶紧的。我什么都没干。我就是帮他脱了个鞋、啊。我其实可以自己，而且你刚才也不是那么说的。英子，你们现在都老大不小了啊，说话办事儿得注意点分寸。就是。是不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，蒋毅？泡面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吃泡面。小点声。我想火腿、鸡蛋、芝士，还有青菜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跟你喝酒，我就是狗。我就跟你做泡面。别再嚷嚷了，大哥。
我要香菜。怎么，看什么？你这裙儿是？我这裙子很好看吧？是挺好看，偷的外婆的。 哎，对，锅一会儿翻锅。你懂个屁呀！这是我攒了一个月的钱买的新裙子，当季最流行的，你不懂，无语。哦。过来。明白。 一个就够了吧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必须两个蛋，补充蛋白质。瞧你这点出息，吃个面吃的这么带劲儿。就你有出息，偷菜都偷到我们家来了。这都快高考了，你还有心思玩这个呀？这叫劳逸结合。哎，我最近成绩啊直线上升。 按照这个进步的趋势，我肯定能考上我心仪的大学。你怎么样？你准备考哪儿啊？嗨，我一学渣混吃等死呗，反正哪儿也考不上。要不然我们考同一个地方吧。 我们也总不能永远留在航天城。大城市是挺好，但堵车又容易迷路的，我懒得去。那如果我们以后不在一个地方了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天天见了。那不正好吗？没人天天占我电脑了。行行行。 我找你去了啊！那你以后再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了。快，尝尝。你这酒醒的挺快的。哎，对了，老关那事你怎么想的？老关那事儿，明天你干嘛？有点自己的事要处理。 你在航天城还有什么自己的事情啊？反正就是很重要的事儿。行吧，那你忙完自己的事情，听我不说。哦，好。哎，这面就这么好吃啊？我可没说这面好吃啊。那你觉得不好吃，别吃了。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我吃。不过你要真说这面哪好吃的话，可能是因为。 来一场啊！咱俩呀？咋的怕了？来呀！杨帆，
哎，银子，外婆，哎，来了，辛苦了，不辛苦。啊，你俩坐，我去给你们煮馄饨。哎，外婆，别忙活了，我今天不吃馄饨，我好久没回航天城了，我今天想让杨帆带我出去逛逛。啊，好，你去陪陪英子出去走走吧。嗯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走。英子，你是来帮关超劝我回去的吗？我不是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我帮不了他。我是想谢谢你，一直帮我们照顾外婆。毕竟照顾外婆也不是你分内应该做的事情。你这体力还行啊，我以为你坐了办公室以后已经放弃锻炼了。偶尔还能跑跑步，但球是真不怎么打。感觉只有我的生活一成不变，每天就是上课、锻炼、打球。可不一样啊。你现在可是有杨帆了，所以我说，哪怕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人家，你也得做出点改变。其实也有，他喜欢吃，我就为他学习了做饭；他喜欢追剧，我就陪他追剧。这些啊，都是我以前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做。你知道吗？我嫁给关超的一个原因，正是因为他也一直在做着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儿。其实你们也一样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把外婆当做自己的外婆一样照顾。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人肯定错不了。可是人真的很矛盾，我喜欢他的淳朴善良，但我知道他人生中总有一块是我错过的，就好像有一块拼图，我永远也找不到，永远也拼不好。是啊，但是人生的拼图，又能有几个人是完整的呢？虽然他那小块拼图你没有参与到，可观察人生的拼图，大部分注定是你跟他一起完成的，这就够了，不是吗？我虽然是关超的发小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袒护他的。我爸昨天还说呢，说这关超虽然是我半个儿子，但是如果他敢欺负杨帆的话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林子，他其实也没有欺负我，只是有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那他真正在意的事你跟他说开了吗？所以我就说呀，你总是做的多说的少，从以前就这样。他这个人啊，你别理他，就这样，俗称三棍子打扑一个屁，道歉认软通通不会。哎，你想听一听我们小的时候发生的事儿吗？嗯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就是他啊把我气得我差点跟他绝交。他干嘛了？他做了一件特别蠢特别蠢的事情。明宇、庄远、一飞，我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帮他什么？偷菜啊？我的排名现在已经下降了，老有人大半夜起来偷我的菜，真的是搞死我了，睡也睡不好。他这个人嘛，还是蛮仗义的，他帮我把全部好友作物的种植时间，还有成熟时间，全都记录在这个表格里了，你们按照这个时间去偷就行。你叫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个啊？啊，开心农场真应该给你颁个 VIP。你要是有这点时间多做几道题，至少提高五个名次。那我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吗？我是为了我们航天城六人组的荣誉而战。偷菜还需要荣誉？哎，我求求了，我求求了，求求你了！我这样，我给你 QQ 充一个月的黄钻行不行？
我觉得这款游戏就是在荼毒青少年的心理，我不能助长这种风气。你好自为之。你也知道，我妈根本不让我玩游戏，有这个时间我要做题。我要练武。馆长，你来的也太及时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帮到我了。行，帮什么忙？帮他偷菜。偷菜？偷什么菜啊？只要是菜就行。行，我帮你。嗯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，化而为。英子，你的菜。你一定是在逗我吧？你这菜从哪儿偷的？菜场呀，你也没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品种呢，我就挑了个块最大的。你没被抓吧？你这问题问的，他要是被抓，他能出现在这儿啊？就是，谁能抓得住我呀？哎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我到最后真没敢偷，我最后走的时候把钱悄悄放在那儿就走了。哎，这事儿算帮上忙吗？关超啊，绝！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，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挺辣的呀，这菜。我当时啊，被笑了整整一个学期，全校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。关超他从来不打游戏，他肯定不知道偷菜这个梗。那他不知道，他就不能问一下吗？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总是说的少，做的多。你看你，还是很了解他的嘛。哎呀，好久没回来了，陪我再逛逛。嗯，走走。这种社死的事儿，果然大家都不会忘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学生知道啊，不然我这课可没法上了。关超，你都30了，头发都少了，咱脸皮能不能厚点啊？再说了，做错的事就去道歉，有什么误会就当面解释清楚，也别委屈了自己。还有爱你的人。他以前干的傻事可不止这些，以前觉得呢又好笑又好气，可是现在想一想，其实还是挺可爱的。所以杨帆，我们不要跟傻子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听听他是怎么想的，然后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走了。我这个人嘴笨，不太会表达，委屈你了。今天不是挺能说的吗？超，一菲的事儿我能理解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嗯。怎么了？你这高跟鞋也穿了一天了，累了吧？没事儿，习惯了。你干嘛？上来呀！马上就到家了，走了。没事儿，咱俩合法夫妻。上来，来，走。哎，我最近啊，想了一个大事。什么大事？我想着呀，咱们要个孩子。我才不要呢！那万一生出来的孩子跟你一样不会说话？谁说生出来的孩子就不会说话呀？
有可能啊，腿又长，跑得又快。那我不信。你不信是吧？我先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优良基因。哎，你敢？慢点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等你筷子拿来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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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蒋毅，你喜欢的油麦菜。哎，谢谢叔叔，你呢？哎呀，怎么感觉他才是这家的儿子啊？那可不就是我儿子吗？啊，听见没？谢谢爸。来，赶紧吃啊！哎呦呦，你慢点，没人跟你讲。去国外这么久，一点餐桌礼仪都没学会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在自己家讲究什么餐桌礼仪？哎，庄园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？他跟我来干嘛呀？他准备毕业的论文呢。哦，你看啊，你跟庄园呢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知根知底。要我说呢，也别拖了啊，等他一毕业，咱们找个好日子就把这喜事儿给办了。我跟庄远，我们俩真不是能着急的事儿。是啊，我也是觉得不太着急吧。那是，我也觉得应该给闺女多这么点时间。是，不是？但是，我们知道，从发小变成情侣，那还是有困难的，是吧？多少会觉得有点别扭，但是。你们一定要冲破这张网，对吧？嗯，到时候小手这么一拉，关系就不一样了。打住吧，人家庄远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什么？你看看你。没事，我们闺女这么优秀，她不喜欢，有的是人喜欢，是不是？是，我是没事儿，不是我本来就没事儿啊，因为我也不喜欢庄远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啊，那个，那咖啡厅算怎么回事啊？演戏呢？演戏？演什么戏啊？你不知道，当时他们两个那个可亲热了啊，聊得特别开心。你当我老眼昏花没看见啊？哎，哎，我可真没亲热啊。当时庄远坐的位置就跟我爸现在一样，离这么远，我们俩就正常的说话。而且当时我们那是为了逗你们开心，好吧？什么？让我们开心，那就拿这事儿开玩笑啊！这事阿姨说的对啊，怎么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呢？你看，蒋毅这方面就比你懂事儿。对呀，要不说人家蒋毅能有女朋友呢，你到现在还剩着呢。哎，蒋毅，你怎么样了啊？我呀？对呀，你跟你那外国女朋友怎么样了？好着吗？朋友，哎呀呀，这怎么还能忘了呢？你不都给我看过照片吗？就是皮肤黑黑的，眼睛大大的那个，人家是个大明星，把他给甩了，不要他了。我们那是有文化差异，过不下去了。你看看，你要不说哈，这个谈感情必须得是知根知底儿。那你现在是单着呢？你看我们家影子怎么样啊？哎哎哎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你别拉郎配行不行？搞得我们闺女像嫁不出去了一样。哎呀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你插什么嘴呀、啊？我在问蒋毅，蒋毅，你给孩子看。哎呀，来电话了。哦，我接一下。嗯。你们俩干脆再把我跟关超凑一对儿呗。不是，这叫什么话呢？人家关超人结婚了，你跟人算什么第三者啊？那叫不道德。不许当小三儿，这是底线。嗯。我闭嘴。关于迷宫的人设问题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不说话，那我问你。迷宫的人设为什么从一个老头变成了一个女高中生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个女高中生就是黄银子吧？这个你打算怎么解释？我会解决的。蒋毅，一款商业游戏是有各种成本组成的。
最终是要面向市场的。如果你只顾着个人表达，甚至是已经私人到了这种地步，我认为不是一个专业的游戏设计师应该做的事儿。明天我和高总在公司等你，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这应该是电路老化问题造成的，去把那电笔给我。外婆，换季了，你要多穿点，注意保暖，千万别着凉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外婆的。关超，你真是捡着个宝。用你说啊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外婆，一会儿我们去车站了，等下次我们再回来看您。还有个什么事儿，我刚才还记着呢，那怎么想起来了？我说人老了就记性不好了，你让我想想啊。没事，外婆慢慢想，想起来再说。嗯，外婆，您是不是想给他们带馄饨呀？哎呀，对对对，馄饨，你看看我，我去拿。有你的，还有蒋毅的，还有庄园明宇的，谢谢外婆。哎呀，看见你们好啊，外婆就高兴。修好了。你别吃这么着急，又没人跟你抢。老蒋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几天你不在，我天天吃泡面，我快吃吐了。泡面怎么了？泡面也挺好吃的。黄英子给你做芝士泡面了。啊？老蒋，你有问题啊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说，时间。就前两天。地点。他家。他家？你回去这几天住他家了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这还没问题啊，你都住他家了。黄英子家我不是没去过，有顾阿姨做饭，哪还轮得到他什么事儿？说明那几天只有你们俩在家。但是如果只有你们俩在家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去外婆店里吃馄饨或者下馆子。按照我对黄英子的了解，好不容易回去一趟，她怎么可能会放过吃遍杭金城的机会啊？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那天已经夜深人静，所有的店都已经关门了。哎，你呀，不去做侦探，真是可惜了。头，你们还干了什么？哎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不可能，你的表情骗不了我。哎，庄园，你不觉得你现在这个八卦的表情，特别像你妈吗？我这不也是为你操心吗？咱们六人组，老关呢？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新的家庭，我和明宇恐怕也不会有结果了。但是你和莹子可是我从小到大磕的第一对 CP， 你们俩要是没在一起，我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
那就是因为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，那关系才不容易改变嘛。那你看人家老友记，人也是六个人，你跟我好，我跟你好，来来回回的，人也是朋友啊。那20多岁认识的朋友跟6岁认识的朋友能一样啊？那那把伞呢？你好不容易找回来，你干嘛不直接给他？没找到机会呢。这还需要什么合适的机会啊？哎呦，我帮你给他打电话。打什么电话呀？再说了，又没下雨，送什么伞啊？你确定这跟下不下雨有关系？行，那我就等到下一个下雨天。我不想再在这个家看到这把伞。钟远，嗯，这好像是我家吧？哦，吃都堵不上你的嘴。英子，哎，婚恋中介的选题已经做好了，再过几天就要上线发布，要不要再看一眼？好。阿姐，我的名字怎么在前面啊？我的意思啊。不是，这是你的项目，而且你是选题发起人，署名在第一位，这不是老规矩吗？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用规矩跟我说话了？如果没有你，这个项目我早就放弃了，所以这个位置必须是你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你的续约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。真的？这个好消息不仅是对于你，对于我来说也是。这么开心啊？你不怕有朝一日我崛起了，把你金牌记者的位置给抢走了？说实话，这个金牌记者我早就当累了，新视角也该出一个接班人了。如果让我选，我希望是你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主编，你俩什么时候关系变这么好的？最近总见你们黏在一块儿。你以后会经常看我们在一块儿的。哦不，暂时不会啊。主编，我要请假。啊？为什么？那工作呢？有影子啊，等这篇文章上线，我就带儿子度假去了。走了。黄影子，这么多工作等着你呢，丁姐的采访呢，你是打算写成人物传记吗？主编，很快了，胜率在望。抓紧。收到。这样的改变我根本接受不了。这是经过公司深思熟虑后的结果，你能告诉我你不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吗？女特种兵逗我玩呢。那女高中生的人设又好在哪里呢？还是说这个形象对你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含义？如果你能说服我，那也 OK。高总，我觉得蒋毅的意思是……蒋毅，我们平心而论，回到一个商业游戏的本质，特种兵的卖点比女高中生要多得多。
生化危机你也不是没有。生化危机跟迷宫本就是两个概念的东西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现在把个人表达和商业输出混为一谈的人是你。蒋毅，你很有能力，有才华，所以对自己有坚持，这些我都能接受。但你要理解，你把游戏带到了公司，你就要知道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蒋毅，你有什么想法，你说出来，我们可以沟通的。你们这是叫沟通吗？你们这叫逼我服从。我才是这个游戏的第一开发者，我才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游戏本该是什么样的人。你们现在就是在逼我把我一手创造出来的东西改成一个面目全非、讨好市场的三流货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不干了。喂，你好，黄英子吗？对，我是，请问哪位？啊，我是 Chloe， 我们之前见过的。我打给你是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。蒋毅，他怎么了？是关于迷宫的人设，他和公司的分歧很大，我想请你帮忙劝劝他，让他冷静下来，和公司好好的沟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知道蒋毅在哪儿吗？应该在办公室吧。那边，池总。谢谢。我喜欢你，蒋毅。